Thank you.
我那年小学五年级，那时候我们家来了一位照顾我阿公的人，他那时候大概这么高吧，然后他每天哦，他都是一样的发型，他都会扎着一个马尾，很低很低的马尾，然后那个头发就会沿着他的脖子线条这样子贴下来。老板，老板娘，他都是这样叫我爸妈的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你们知道他在帮他自己煮饭的时候啊，他都会加一种琥珀色的液体，然后那个味道，我就跟我妈说，这个味道，我妈就跟我说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以后就会知道。厨房遇到他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跟我说：“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”我在想，我到底要走过去啊？
我试着往前走，我又回头了。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不行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气。我记得他那时候脸上，他好像没有很难过，但是他的两个眉毛中间往中间挤，很像是大人会有的表情。隔天我想应该是没事了，我看到他在我阿公的房间在帮他擦澡，他用毛巾在我阿公干枯的手臂上来回的摩擦。拍谁呢？我阿公每次都这样说，出门这件事情是每一天都做的。他的脸上还是有一种自己觉得很丢脸，可是又无可奈何的表情，就很像是你本来你手里抓住的那些生活技能，好像随着时间流逝的越快，你抓得越紧，好像也没有用。拍谁呢？每次他这样说的时候，照顾他的人就会蹲下来看着我阿公的眼睛跟他说，阿公没关系，阿公没关系，我知道，阿公没关系。丢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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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
超级不公平，我是倒数第二，你们知道倒数第一的是谁吗？他没有去比赛。然后我就看到那位同学啊，他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样走过来，完了，那已经是要来找我的。我赶紧好收拾自己的情绪，他走到我面前了。我觉得这个比赛不公平，我还是忍不住自己的情绪，然后脱口而出这句话。没想到他居然跟我说，这个比赛本来就不公平啊，你想，有舞台恐惧的我在这里，而你上台都不会紧张，你的起点就像在这里，我们差那么远，这个比赛怎么公平啊？我觉得他这个方式还蛮特别的啊。你们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去比赛吗？就是有一些小孩子啊，有些小孩子他们上台会超紧张，这是真的哦，上台超紧张，然后他们要上台之前，他们手就一直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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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那个头脑啊，就是没有办法思考，然后心跳跳得很快，然后他们就会在上台的前几个小时，先吃让他们心情比较镇定的药，然后他那天就是忘了带那个药，所以他就没有去比赛。有舞台恐惧的我在这里，而你没有舞台恐惧。你在这里，我觉得他把我们的处境比成坐标还蛮有趣的，所以我回家啊，我就把我们班上每一个人都标上坐标，我觉得蛮简单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要怎么把我们家的人都标上坐标，像是我那个行动不便的阿公，我在想他的坐标在未来究竟会往哪里走？还有照顾我阿公的人啊，
我不知道他以前生活的起点在哪，他的坐标又在哪里。突然就有点惭愧，因为跟我生活如此亲近的人，我连帮他们做个坐标都无法。或许我不应该只是站在我的坐标上，而是到那边去想他们的坐标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到哪里去。这里有太多噪音，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说着，时间将抹平一切，只留下空间的共振，还有心理的感觉。这里有太多噪音，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说着，时间将抹平一切，只留下空间的共振，还有心灵的感觉。这里有太多噪音，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说着，时间将抹平一切，只留下空间的共振，还有心灵的感觉。这里有太多噪音，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说着，时间将抹平一切，只留下空间的共振，还有心灵的感觉。这里有太多噪音，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说着，时间将抹平一切，只留下空间的共振，还有心灵的感觉。这里有太多噪音，一次又一次的反复。